对啊。反正我们下礼拜就要出去玩啦。之所以一直关注这个病毒的突变能力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反正会让他们想出最可怕、最可怕的行为。他们的眼泪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强烈的罪恶感。小姐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你好吗？我没受伤。只剩下一群风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我真的很累。我在路上，你就这样吗？待会儿见了啊！